飞起来，趁现在，和超级飞侠发现无限精彩。乐迪最快飞机，小爱救援高手，哦，超级飞侠一起欢乐遨游，酷威时空能手，大力力量无穷，还有鹿探长随时出动。啤酒光向远方，和超级飞侠一起来挑战，别等待，跟我来，像超级飞侠一样勇敢，飞起来，去探索。寻找秘宝蛋。早啊，小爱。早啊，乐迪。早啊，乐迪小爱。今天的任务地点是，哇，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。在布加勒斯特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古老建筑，罗马尼亚雅典娜音乐厅，还有一个特别的机器恐龙公园。今天在公园里会举办一场有趣的寻找秘宝蛋的活动。秘宝蛋比较难找，好玩的是大奖是一只机器恐龙。小女孩卡米拉非常想找到它，她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乐迪准备出发。宝贝，里面会是些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希望超级飞侠早点来，和我一起寻找机器恐龙。包裹快递，光速到达。嘿，Salute， 超级飞侠。Salute 是我们罗马尼亚语里你好的意思。Salute， 卡米拉。我们给你送来了你需要的寻宝工具，快看，超级探测锤，它能用 X 光探测秘宝蛋里面的东西。哇，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蛋里是不是机器恐龙了。快看看这个蛋，卡米拉。好的，超级探测锤。果然没那么简单，不是机器恐龙。不要灰心，卡米拉，我们去找更多的蛋吧。小爱说的对，我们会帮你一起找的。我们去那边的森林里找找。好主意，乐迪。我找到一个。我也是。但里面不是机器恐龙。是玩具蛇呀。搞错了。来，现在一共找到三个了。谢谢。零食。又是零食。别着急，卡米拉，我们继续找找。金小薇，你看到了吗？小乐迪有能透视的锤子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有了那个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大奖。跟上他们。草丛里，这里有没有蛋呢？卡米拉，你怎么了？
是，嗯，哇哦，这是，大家快看，我找到了一颗巨大的蛋，这么大，嗯，嘿嘿嘿嘿。这个蛋里肯定有好东西。你说的对，乐迪，超级探测锤。我们眼花吧？真的是，我们终于找到机器恐龙了。啊！哇！它要逃走啦！别担心，我们会追回来的。别跑了，我可是最快的。谢谢你们帮忙找到了，嘿嘿嘿。什么？你们不可以拿走我们找到的蛋？嗨，有本事过来拿呀！快还给我们！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。跑了呀！在那里！快来，金小薇，我们去抓住他。等等，别去，那里很危险啊！小淘气！耶！机器恐龙是我们的啦！
卡米拉，这是你找到的密宝蛋。谢谢你们，乐迪和小爱。呀呼！小机器恐龙孵出来了，它真可爱。谢谢你们，超级飞侠，有你们在，机器恐龙们才冷静下来。卡米拉，也恭喜你成功找到了机器恐龙密宝蛋。这都要感谢超级飞侠的帮忙，对吧，恐龙宝宝？小爱，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